大少爷，与大少爷无关。我刚才就只是妖孽了，然后他帮我揉揉伤而已，啊？可是刚刚你们肌肤相亲，不是，那之下不是刚刚都说了吗？是他先勾引我，兰儿你是知道的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 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与我无关。兰儿，怎么能与你无关呢？兰儿，放开我！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大少爷，请你自重。兰儿，我今天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你若喜欢那丫鬟，那进房去便是了。